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幂公司的四位美女超会穿，迪丽热巴优雅性感，祝绪丹清纯可爱。一说到杨幂公司的小花旦，立马我们就会想到新疆美女姐姐迪丽热巴。近几年的热巴大红大紫，也是火遍了整个中国。还有曾经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过素锦娘娘的黄梦莹，饰演妖族公主的黛丝，以及玄女祝绪丹，无一不是小仙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她们的穿衣搭配风格。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热巴，这款抹胸蓬松性感纱裙特别凸显气质，裙子的层叠设计感使整体看起来特别具有立体感，搭配上一双高跟凉鞋气场十足，俊俏的脸蛋无论什么造型都如此楚楚动人，在整体的搭配下气场十足。这件黑白色系简单的搭配超级舒适，又给人一种很自然的视觉效果。不得不说热巴的腿是真的瘦，这条紧身裤丝毫没有任何撕拉感。这把雨伞的设计也是十分应景，红色系的花瓣点缀超级温柔。这件碎花涂鸦式的连衣裙在热巴的映衬下宛若花仙子一般，肩部与领部的别致设计将热巴的一字肩完美的展现出来。腰部银色系的腰带作为修饰将腰部的完美曲线展现。这款一整身的黑色系特别具有运动风，下身百褶裙的搭配将热巴小姐姐的大长腿完美的修饰，上身宽松舒适的运动服，再加上一同随意飘然的长发，慵懒的设计又是特别的时髦。黄梦莹小姐姐的身材也是无可挑剔的，格子衫的一字肩设计展露出性感的锁骨与纤细完美的天鹅颈，上衣袖子的设计十分别致，蝴蝶结的修饰以及荷叶边的自然随意为整体增添了一抹亮色。蓝色牛仔短裙搭配淡色系的雪纺衬衫，衣领的设计加以修饰高级温柔又十分得体，马尾辫高高的扎起来，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精神。这款蓝色系的针织衫搭配上一条包臀白色系长裙，整体淡色系的搭配清新淡雅，特别凸显成熟气质与性感的身材曲线。黛丝作为新疆美女，同热巴一样拥有异域风情的美，黑色系的西装超级显瘦，高级大方的搭配凸显女性正式场合完美着装的美。这款蓝色系的长款纱裙简直不要太好看，深 V 领的设计性感迷人，裙子在大腿部位的开口设计将修长的腿悄悄展现，女人味十足。整套粉色系的搭配清新自然，上衣的蝙蝠衫设计特别具有韩范，高端大气上档次，搭配上高腰粉色包臀裙将大长腿无限拉长。祝绪丹的身材也是完美至极，黑色的 A 字裙高腰收尾，抬升腰线，将粉色系的雪纺衬衫塞入裙中，呈现完美的三七分身材比例。不得不说这件衬衫的款式设计十分少女心，映衬得姐姐的脸庞十分可爱。这款搭配以紫色系为主要格调，短款卫衣的纯紫色设计加上袖子两次图标的修饰，整体个性十足，搭配上这条紫色系格子短裙超级减龄，一条黑色腰带作为修饰，甜美俏皮的感觉映入眼帘。这条抹胸连衣裙超级凸显气质，身材完美的祝绪丹小姐姐在这条连衣裙的映衬下凸显了女性的成熟知性美，裙摆处的蕾丝不规则设计感加上这倾国倾城的容颜，好似仙女下凡一般。以上这几位杨幂小姐姐旗下的几位小仙女个个姿色天然，无论身材还是脸蛋都是无可挑剔的，穿衣风格更是好的不得了。不得不说杨幂的眼光真是不错，简直就是仙女收割机。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What?